五局上半，文斯顿的现在攻势再起，威出局二垒上有跑者，轮到是第一棒的汤姆球。应该不会短打，因为他判五球的话，打右外的飞球也能够推进，滚地球也能够推进。那牛棚李豪润的热身呢？他从第二局开始，应该看样子应该是告一个段落，就看看相对怎么来做取舍。对，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时机的拿捏，不能够让落后的分数被拉开的太大。还有王建立，那李豪润目前来看真的已经到收尾阶段，另外还有王建立也在做准备。这个球出棒打成的界外球，球出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。因为已经进入第三轮，进入第三轮的话对刘一展来讲那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，所以他的球的位置也慢慢在偏高。是对，打到目前为止呢，在攻势上当然是要比相对多了蛮多的，得点圈也一样。那今天同一支队在得点圈就是郭代奇那支安打是最为关键的。对，而且有三支二垒安打，这个本身长打能力就比较好的球队，这种得分效果会比较好。一个好球，一个坏球。这个球偏低，目前球数呢变成了一好两坏。相对呢，则是在前面四局没有得点圈的机会。是彭振明是在周思齐在一垒，不是得点圈，但他打了一支两分全垒打，直接把跑者还有他自己给打回来。得点圈的进攻机会呢，目前是九对零，是对这已经是第九次的得点圈了。一好球，两坏球。球偏高，目前球速呢变成一好三坏。这保送也是投的稍微多了一点，因为你有保送，对方又有这种二垒安打的话，掉的分数会比较多一点。所以看看呢，这个打击当然刘一展得要解决汤姆球嘛，如果无法解决的话，也或许会是一个换头的时刻。对，没错。应该高志刚这边会短打。一号三坏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外野方向，打得非常顺的飞球，右外手还在往后推，这个球上去了，两分炮，安武雄在今年总冠军赛的第二支安打而已，今年总冠军赛第二支安打而已，之前陷入到低潮的潘武雄，这一棒两分，比数变成了5-2。就是在此刻，在这个赛前练习的时候，我就看他动不动就把球打出去。我觉得他的状况是 OK 的，这个换头还是有必要的，因为落后三分，好像这一段还有机会。最起码换上来的投手要能够踩住刹车。潘武雄前面三场比赛了，对这位新科打击王来讲算是打得有点闷，但是这个打击呢是为球队带来非常大的贡献的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这时候兄弟相对要更换投手。全垒打都发生在右外的，两支全垒打就是由今年竞争打击王的这两位所打出来的，有趣，有缘，有趣。潘武雄这一棒拉出去真的很有气势，结果打出去就知道，差不多就知道，对。